thank you 係啦，咁啊好開心啦，攞咗呢一個最佳衣著獎咁樣。咁啊，我知道今日咧個服裝主題係以布呔為一個好重要嘅元素，咁所以咧都同 stylist 啊中間去傾去揀適合呢個場合嘅布呔，都比較上特別少少嘅咁樣咯，係。試過，當然試過。咁我記得我第一次點解會想打布呔，係因為我中學 grad dean 嘅時候咧，即係畢業飯謝師宴啦。咁當其時就覺得中學都打咗咁耐呔啦，日日翻學，但係未試過布呔喎，咁就試一試咁樣。咁當其時就第一次打布呔啦。咁之後都覺得幾特別，所以出席一啲 annual dinner 啊，又或者去到大學嗰啲 event 咧，都試過打布呔。